佛说人生无常，每一秒钟每一个心念都是在起起落落啊，生生灭灭中，所以叫做无常。其实天地之下都是一样，不管是天灾呀、人祸啊、意外呀、等等呢，都是隐藏的那一份的无常存在。所以诸佛生生呼唤啊，天地之间灾难偏多啊，天地告急咯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时时提高警觉啊。忏悔文里面的哈，那善恶本空，因缘有啊，善恶造作系一念哈，无始以来呀、啊，人世间罪相无边亦无量，烦恼不分于一线，苦报不论贵与贱。各位菩萨们，这一段呢、啊、也不很深呐、啊，就是要跟大家说，在善恶本空，本来呢，无什么善恶，就是因为呢，人这个缘与缘，人的缘呐、啊，造作出来的。假如不是人与人的相对啦，哪有什么善与恶呢？假如没有这个身体的六根外面的六尘哈，那个境界互相的诱惑诱引呐、啊，哪有什么善恶的发生呢？所以啊，善恶造作系一念，都是黑地。一念的心了，定人与人之间呢、啊，你要付出做好事，或者是呢彼此之间要对立，你躲我争，这都是人。所以啊，无始以来人世间这因缘果报都是在人世间里啊，天堂都是在享受啊，地狱已经呢果报完成。所以呢，三恶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人世间里啊，无始以来唯有人世间，他要造业哦，所以啊，这种无相无边亦无量，你要讲伊是虾米相呢？总而言之呢，这种的心念呐、啊，无相。啊，有多少啊？哎呀，无边无量啊！都是在一念之间，所以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的心念。这种不管是因缘果报了，都无分呢，是愚或者是善，无分是贵或者是贱，不分呐、啊，看你怎么做。刚刚我们有看到啊，南非。好，南非的因缘真不可思议啊！善恶本空，因缘有啊！在南非是那么的穷困，可是呢，慈济的因缘殊胜啊，真的很感恩慈济人哦，在南非所做的一切，人人呢都很勤耕福田呐、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呢、啊、布善种子，那种大爱种子呢。都已经了十多年了，就这样的不断耕耘，不断播种、哦、已经看到了粒粒种子呢，已经萌芽，已经了茁壮起来，他们自己呢可以承担了、哦、浩荡长地地抓出来了、哦、就如慈莲他这十多年来他进进出出啊，回家出门啊，他都很端庄的哦。开头呢是飞天啊白
群呐、啊，现在呢是蓝天白群哦，进出呢都是快乐欢喜呀、啊。邻居一位呢，那几坡哈、哦，这一位很年轻，才30出头，天天看他那样的快乐进出，他呢很好奇心啊，就问了。那慈莲就跟他把慈济的所做的哈、哦，他听了以后呢，很想投入，征求他先生的意见。那先生呢？支持他，所以他呢就放心而投入了啦。那投入了以后呢，非常非常的积极。那不管去访视啊啊，或者是关怀爱滋啊等等呢，他不缺席，他做得非常有心得，而且呢也会把很成熟的种子带回家乡。他就跟妈妈说，家里后面那一片土地呀、啊，可以开辟成那爱心农场。所以呢，阿姨呀、啊、姊妹呀、啊、邻居呀、啊，大家都来做，就为社区呢54位的孤儿提供粮食。孤儿什么时候来，妈妈的家哈、哦、就供应热食，整天的开放啊。在这样的照顾下呢，社区的人啊都看到了，也都很感动啊。所以呢，当地的教会啦，或者是社区的人呢、啊，也会发挥他们的爱心啊。就这样呢，那几婆啊，他越做越开心，他就发心啊，要做师父的弟子。所以他也已经受证了法号呢，叫做慈济。他呢就开始每个月哦回娘家3次，每一次都有3天，就在他的家乡里去做居家关怀。已经有5个个案，那其中有一个家庭，那个小女孩才11岁。生下来就是脑性麻痹啊，父母都是艾滋病人，母亲在去年呢已经往生了，那他的父亲也没有办法照顾他，所以呢阿嬷在照顾。可是阿嬷呢家庭穷啊，要去打工啊，啊要去打工呢又无法照顾啊，所以呢都让这个小女孩整天躺着，门都给翻锁过来。慈济的阿姨呀、啊、跟那一位阿嬷呢说，门不要翻锁，你出去工作的时候我来照顾她。这一次呢，他们也带一些孩子啊也来关怀个案啊，这样呢慢慢慢慢带出了一群年轻化的志工。而且呢每一次慈济回去呢，他都会带回了慈济在世界里所做的信息，在南非所关怀的一切对他们说话。那在他妈妈的小车库里呢，挤得满满的人，挤不进去咯，大太阳底下大家呢都很愿意站着听站着看呐、啊，那这种的求法热渴哈、哦，那了解到这样的善门呐、啊，一走进来呢，是那样的开心，那样的欢喜，启发那一分的付出无所求的慧命良能，这呢都是他们当地呢在带动的。你想，叫我如何不感动呢？我看到赖索托也在培训啊，教他们威仪啊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要做教育啊，大家真的呢要好好的看大爱台、哦、耐心的去了解普天之下慈济人是如何耕耘每一个土地、哦、那每一个人的心地，
每一次我提起了南回呢，总是那样的兴奋啊，总是那样的欢喜。因为呢，在这一层黑黑皮肤的里面，看到了那一分的很热情的纯真的爱，这实在是很令人感动啊。这一群人呢，真的是为慈济而生在南非哦。那当然了，这要感恩的呢，是打从台湾带了那一份的成熟的爱的种子啊，那到了南非呢，那样不惜辛劳哦，十多年的耕耘啊，流的汗水哦，不惜辛劳，这种的菩萨呢，我觉得真的是人间之宝啊。